子怡跟陈翔两个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心跳又加速了。其实有哎，然后到后来就是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很像两个火球一样，蛮烧的，蛮燃烧的。陈翔的眼神其实很会放电，对他眼神可能会很容易情不自禁，有感觉就对了，会有感觉的。哇、哦，他很棒。没错。其实吻戏是蛮尴尬的，因为有时候都要停很多秒，停很多秒，你就会听得到呼吸的声音，还有肚子的叫声。对，我蛮常就是吃饱然后拍吻戏，然后很安静的片刻段，然后就会忍不住笑。而且还不能笑，他也都没有笑出来。真的吗？我们都是到咔才就是爆笑。我记得我们拍那个就是乒乓那场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子就弄着，然后我肚子就咕噜，然后我就这样。哎，你知道收音都有收到吗？有啊，导演就说笑什么啦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有一个声音。子怡跟陈翔两个抱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心跳又加速。其实有哎，因为其实地下室蛮热。就已经感觉到体温了，然后到后来就是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很像两个火球一样，蛮烧的，蛮燃烧的。陈翔的眼神其实很会放电，对他眼神可能会很容易情不自禁，有感觉就对，会有感觉。然后有一颗就是他要镜头要拍他，然后突然间换了一个眼神，变很妩媚的那一种，对，他就傻住，他就给我突然放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被玩弄的感觉。那你们在拍亲密戏的时候，你有先道歉吗？好像还在的时候道歉，他说会啊，道歉是他带起的风潮。对对对，现在我们两个都会先互相道歉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那人跟陈翔也会互相道歉吗？会啊，我摸他屁股那场，我也有一直跟他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屁股就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我要一直放在上面。嗯，就是还蛮感谢子怡哥这个前辈教我们就是做人的道歉。对，你几天后会拍那个鸳鸯戏水？就是后天。后天。那个身材都有练好吗？有，我们其实，在化妆间的时候，都会在厕所不时的看一下互相的身体，就还可以啦。那现在谁比较厉害？哦，他很棒。没有，不要。我们两个厉害的部位不一样，你厉害的部位大家都知道。没有没有。果然是真爱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